早产儿，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的比例了，而且在这个当中呢，将近5%是32周以下的孩子，大概一年要将近300,000个孩子。所以很多这个宝宝呢都是试管婴儿，所以早产的比例呢大概占的比例很高。早产早期主要是处理呼吸问题，那么这里呼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各种无创的呼吸支持和气管插管的有创的呼吸支持，当然也还包括一些初非成熟的药物的治疗。有创的治疗的话，主要是气管插管，给予呼吸通气。那么这样的话，对一个很娇嫩的新生儿来说，确实还是一个很残酷、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要挽救孩子的生命，这也是一个常常要进行的一个医疗工作。通过气管导管，通过口腔或者鼻腔，然后进入到声门，再进入到气管，所以它是一个有创的一个呼吸支持手段。只要上了有创，它相当于就是打乱了整个的这个生理性呼吸的这种模式，所以说它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因为这插管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么可能对孩子会造成他血压的波动啊，导致他出现颅内出血啊，出现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所以我们在不到这个必须插管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选择插管。那这样就一个矛盾，这个孩子他又要你帮他呼吸，但是又不能够有呼吸的损伤，怎么办呢？又大家就从无创上面来想办法。现在大量的研究说明呢，无创呼吸机进行治疗的孩子减少慢性肺部疾病发生。无创呼吸机由于它没有损伤，它只是有一个鼻导管，就是一个鼻塞这样的，那么它对整个这个气道的损伤是很轻微的。我们在治疗这一部分孩子的过程中，还是提倡要用无创。无创呼吸机的话，它几乎上不改变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呼吸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无创呼吸机造成的一系列的不良的反应。对这个呼吸功能不好的孩子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温柔的，也是一个最有保护性的一种措施。药物治疗早产呼吸暂停取得理解进展以后，将我们 NICU 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支持的病例会越来越少，那么无创呼吸支持会成为一种主流的趋势。所以我想将来随着这个无创通气技术的改进，那么无创它是可以达到接近甚至等同于这个有创通气的这种效果。由于无创通气的使用，你比如说现在的双水平正压通气就明显的减少了好多的一些有创通气，那避免了孩子的好多一些有创通气的损伤，一些并发症就避免了。这个无创呼吸机的应用是大大降低了这个插管率，能上无创的就不上有创，那上了有创的话也是尽量的早撤机来改成无创。现在我们规定只要这个早产儿来，如果他需要给氧的话，尽快接受无创治疗，这样形成一个管理制度。Реализуемые в аппарате ИВЛ NV8 режим вентиляции новорожденных такие как NCPAP, SNIPPV, HFNC с мониторингом дыхания позволя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сократить количество показаний для интубации трахеи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образом снизить частоту осложнен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инвазивно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й вентиляцией легких. 因为我觉得国家重视这无创呼吸机的开发呢，这是和国内国外的一个诊疗常规是一个吻合的，是一致的。而且呢，我觉得使用无创的这个通气，它可能更容易推广到基层，会使更多的新生儿受益。从我的临床经验看，这个最近这几年这个无创治疗技术的发展，减少插管减少这个有创的这个刺激之后呢，应该是比过去总的来说还是恢复的快一些。就是如果从有创改成无创，然后随着孩子的病情慢慢好转的话，改成这个头罩，然后箱内，然后甚至撤掉这个氧，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孩子其实已经早产了，经历这么多病痛能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恢复，心里还是很高兴。要做一款，就是说一款机器能真正满足这个 NICU 的一个无创治疗的一个综合解决的一个产品。为了攻克一些技术，这个过程中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个医生也是这样讲，就说：“哎，你们这款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还是救治了很多重症患者的。”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肯定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当然，这个早产儿、新生儿这一类型的病人啊，相对来讲是很脆弱的。那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产品
做好、做稳定，能帮助这个新生儿能够过渡到这个托期，能够出院。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努力的方向。The train in neonatal ventilation is towards non-invasive ventilation, and so I think you're doing a good job. It will take time before the university accepts it, but that's the reason. To reduce the rate of intubation, the Comen is working hard, and that too continuously. And I think their continuous work has given us this technology, and it will help a lot of newborns, especially in reducing the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safety and improving their quality. 这样的插管率一直都是我们医生去追求的目标吧。降低插管率，我们一直在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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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插管率，是我们每个专家都应该努力的。降低插管率，我们一直在努力。降低插管率，我们一起来努力。降低新生儿的插管率，我们共同努力。